嗨，小朋友们，我是阿夏姐姐。今天我们来拼小猪佩奇的 3D 拼图。这个是佩奇家的书房，开始吧。这个是书房的地板，它是紫色的。现在我要把墙面和地板连接起来。这是两面墙，把它们拼接在一起。OK。接下来我要拼上黄色的书柜。OK。拼好了，可是书柜空空的，我们装点书进去吧。这是一个蓝色的小柜子，上面有两个抽屉。现在我要把它安在书房里。接下来我要往书房的墙上挂一幅画，还有一个时钟。小朋友们快看，这有一个电脑桌，上面有一台电脑，还有键盘和鼠标。咚咚咚咚咚，我这边还有一个电脑椅，把它们一起放进书房里吧。呼，佩奇的书房装完了，现在就请佩奇一家进去吧。打开门，猪妈妈抱着佩奇进来啦，坐在电脑椅上。乔治带着恐龙先生来到电脑桌前，打开窗户，让阳光照进来。猪爸爸来到这里。嗨，佩奇、乔治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哦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